佳老师，您好。哈喽，派里，你好，很久没聊了。是的，老师您还好吗？挺好的，你呢？我也挺好的。哈喽，派里，今天你可以来我家找我吗？我想见你。今天吗？可以，老师，我一会儿去找您。好的，好的，再见。想法很好。啊，是，谢谢。特别的物品，我就想到笛子，不然就是箫，有点像有部电视中男主吹的那样，啊，挺好的，挺喜好的。欢。是啊。帕洛派林小你们姐，好。来来，先坐。好的。我这会来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没有。两位，这是帕洛派林小姐，菲尼四大杂志给我做专栏的作家。哦，原来是那位作家，我看了那篇专栏，你的用词非常好。没到那个程度，其实我不是作家，我只是暂时的去菲尼斯达工作而已。最近我已经被调回到采购部门了。是吗？真的吗？真可惜，帕洛小姐叙事很不错，可以说在写作方面很有天赋呢。谢谢老师。反正今天都来了，有什么和我们分享的吗？作为一位新晋作家，说不定有什么好想法和我们说呢，好吗？可以吗，老师？可以啊。哦，这是资料，帕洛小姐。我真的太喜欢老师家了，太适合居住了。帕洛小姐，别忘记鞋子。平时老师都是这样和很多位作家一起工作吗？没有，我们刚组成团队，还没有很久。我想做泰国故事项目，将我们的民间故事改编得更加现代化一些。听了感觉很有意思，我都有点想看了。想成为读者，为什么不试着变成作者呢？作者，就像我说的，你在叙事方面很有天赋。现在泰国故事项目也是一个长期项目，我们需要制作很多本故事书，直到结束需要1年的时间，我也还差团队成员来帮忙，所以我打算邀请你来写。我来写。你说过想当故事作家，不是吗？坦白说，我很惋惜你的才华。我只是回到了我应该在的地方而已，老师。你知道吗？你那样说，像是过于给自己设限了。我觉得你喜欢哪里，你就应该待在哪里。